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给大家呈现的是 Sala 近期上市的位于 San Jose 的一栋温馨小独栋。这个房子我们实现了3天完成装修 staging， 准备好上市，4天进入合同，成交价远高于卖方的预期。这个房子一共有1239个 square feet， lot 大概是5210左右。房子的户型呢是3个卧室，2个卫生间，1个 living room， 1个 family room， 2个 open area， 独立分开，非常适合家庭和客人的来访。这个房子我们用了3天的时间就准备好上市，其中包括换地板、刷墙，以及很漂亮的 staging， 我们的家具都是非常新颖，也比较高档的。我们上市第4天就收到了15个 offer， 所有的 offer 都是 well over asking price。每一个上市的房子档次是不同的，有好有坏，有高有低，但是萨拉的服务是一致同仁的，我们都以最好的服务标准面对每一个房子。好，那今天介绍这个房子就到这里，我是萨拉的 Lisa， 负责所有的 listing 准备上市以及所有价格的 negotiation。 那如果您有卖房子的需求，欢迎联系我们